像我。没想到碰见了竟是认错的人，从没有一点反应。姑娘如此看重我，我倒真想是你口中叫的那个人。你真的不是他？我若是对姑娘一见钟情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喝了这杯酒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对我中毒？真的中毒了？你这般执手相看，不管让我做什么，我都舍不得答应。每次认错人都要下毒，真是习惯不好。抱歉，你去报警就想走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你记住我。